盘点黄日滑板《天龙八部》中的搞笑穿帮镜头。乔峰误把阿朱当成段正淳，失手将其打成重伤。在阿朱临死之前，非要让乔峰看看自己的肩膀。这一看不要紧，给乔峰吓了一跳。阿朱的肩膀上怎么会有个胸罩的肩带印子呢？估计乔峰也挺纳闷，阿朱不是应该穿肚兜的吗？丐帮的马副帮主带领着兄弟们给白长老运功疗伤。等他们出来后，我们发现这间房子的四周是用许多的石块镶嵌到墙里面的，可是在打开窗户的一瞬间，却发现墙上的石头竟然全都凹陷进去了。难不成石头是用塑料做成的吗？月黑风高偷窥夜，马夫人带着韭菜来偷看乔峰。此时他身后的玉米棒子十分抢眼，要知道玉米是明朝末年才传入中国的，北宋时期就把玉米挂起来晾晒，好像早了600年吧。乔峰身是织谜揭开的这天，智光大师也来了。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就全都暴露了，明显能看出脑袋上是包着头套的。这个镜头更明显，我都怕他一使劲头皮就崩飞了。同样是在这集里，镜头给到了阿朱，可是他身后的小乞丐好像更加的抢眼。真没想到丐帮的待遇还真不错，小乞丐都有金戒指戴。段正淳擒住穆婉清和他要解药，此时穆婉清掏出两个小瓶子并说道，绿色内服白色外敷。给我看恍惚了，穆婉清是如何分辨红色和绿色的呢？在第一集中，西夏士兵在山头上放箭，乔峰躲闪不及被射中了三箭。当他拔出一支箭后，大家注意剩余两支箭的位置，一支在胳膊上，另一支在肚子上。等乔峰掩护丐帮兄弟们撤退后，不光身上的血迹消失了，就连肚子上的箭也插错了地方。鸠摩智抓住段月用力捏他的左肩，后来又给了他右边的胸部一掌，紧接着鸠摩智用少则箭射中了他的右臂。此时段月身上三处受伤，分别是左肩、右臂和右边胸部。可是等到慕容复来救场的时候，段月却捂着左边的胸部，估计是受伤太严重蒙圈了吧。